生啊，你哦，大哥，何出出言，滚出金兵的遐姿态，高连，高连怎样啊？无听啊！飞啊飞啊，滚出去怎样无？我无怎样。滚出，向你自我修改。我是伊的大哥，我叫做苏天祖。原来是如此，感谢苏家兄弟前来相救。兄弟，此地是非自数，先带滚出回转京城。啊，不过回转京城哦，滚出请。原来你走，我是无已经到位了。对，我伫遮等你咯。安尼真是太好了。我无嫁就在此，我应该过来甲你纪念一场。应该。哎，小君，怎样？这位就是苏天祖、苏大人。原来我认识。应该。向了皇上说明一切。诶，我丢家有功，那应该金殿之上，这个贬官一条啊。这是当然，但是包明堂，你无出来想看卖，你现出时是太行山的总教头。如今皇上也是知影，我青帮白帮，从你往高金銮殿上，到时阵皇上也大怒，卖讲你要鬼顺朝廷，恐怕连性命都问题呀。是安尼是啊。对，那多谢苏大人是上州的哇。三位对，我来。